我们来学另外一个中文知识，叫做"他"。在英文的 "he" 是指男生的他，"he" 是男生的他。可是这个在中文里面，"他"也可以用女生，也可以用在男生。那假如加一个女字旁的"她"，一定是指 female 的她，也就是 she 啊。在中文来讲是女生的她，在英文就要用 she。现在呢，这边是用 he，所以这边要用男字旁的"她"，这是指男生。我们看一下范例：He is a student。他是一位学生。他是一位 a student 学生，student 学生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下面的"他"的写法啊，我们也会一直播那个"他"的写法，希望大家能够学好他的笔顺哈，他怎么去写的，他的笔顺。那我们同样的学习英文的 English learner 要学英文的，那也知道这个"他"是用 he 啊，这个"他"要用 he，不能用 she，she 是指女生的"她"。那我们也可以学习他的那个什么中文的笔顺哈，那一定要会哦。那 Chinese character stroke 啊，how to write follow the sequence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学好中文了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。That's our lesson today.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